每一天的时间真的好充裕，特别好，切记改好口业，尽量少言少是非，有些事情别人其实早比你清楚了，但是人家不说，人家只是听，所以你要学习闭口多念经，听录音，以后出去了录音一定要听，不可以寻找理由由你就此懈怠，广播里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，一定不要懈怠。师父完全相信你会变得更加像菩萨，师父希望你好会好起来，简单一点，心中多想着众生，帮助众生重回家园，多帮助众生，少一些是非辩论，多一些时间看白话，师父相信你很快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好了。